师傅送一遍哈，来哦。众神护台湾，家里商圈真正赞，关怀弱势，爱心竞标，优质地方特色商品，欢迎大家一起做善心。台湾防疫是世界公认最好的国家之一。舞动青春舞蹈协会指导老师高春英，暨全体学员和夏威夷王子徐世芳老师，仅以这首网红神曲《众神护台湾》展现舞动肢体力与美，并且亲手制作彩绘脸谱及融合民俗艺术服装及孔明扇，呈现给嘉宾观众们最精彩前卫的视听感受。希望众神庇佑美丽台湾永远无灾，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与会嘉宾们能够平安吉祥，敬祝大会圆满成功。来的婆香，嘿，真的非常非常的用心哦。啊，来来来，你把咱的妈香要来欢迎，欢迎由咱这里高春英老师跟夏威夷王子徐世芳老师所率领的舞动青春有氧舞蹈协会的精英团队，为咱说 Angel 曲目是啥物？你敢知？众神护台湾，来，咱共同来欣赏。
哇，真的是展现了力与美的结合。然后呢，人讲有缘就有力啊，嘿，有怨就有力，所以，嘿，进来进来进来，摄影师快进来捕捉画面。好，我头头讲的有怨就有力，人伊头拄啊吼写这吼，甲咱祝福，无论是祝福咱台湾，祝福咱所有与会来宾，祝福咱的主办单位，吼，非常非常的用心吼，你们。哦，谁啊？谁有做一首诗？哇，你是会长哦！那你这里舞动青春有氧舞蹈协会的会长。嘿，哇哇，来欢迎欢迎，来来来，各位嘉宾、各位评审老师啊、主持人还有 DJ 老师，大家晚安。众神庇佑护台湾，家里商圈真好玩。舞动青春献才艺，幸福台南真正赞！谢谢谢谢大家热烈的掌声，也祝福大家年年喜乐，天天开心，也祝福大会圆满成功。谢谢谢谢，我相信哈，看大家来哈。我看不是说我们的评审老师伤脑筋，我们现场的观众也伤脑筋啊，大家都呼声这么高，尖叫声这么高，哇，这个人气真的太旺了哈、哦！来，那他都有介绍哈、哦，那这里高春英老师是哪一位？来，哇，非常非常优秀的一位老师哈、哦，你那里 YouTube 哈、哦，给点下去看哈、哦，哇，真的这个。武艺，他不是干那，也要不要按在重心和台湾俩，因为五科哇，真正有够侪哈，欢迎大家哈去点阅这个 YouTube 哈，来来来，要过几位哎好朋友哈，那你这里谢惠宇王子徐世邦老师，哇，你看这届哈，讲要表演。要表演赛，要来比赛的时阵，我就争相较紧来甲邀请。我讲吼，恁一定爱来，哦，所以讲吼，来甲遮甲大家吼做这个舞蹈的，甲大家结缘。哇，你甲看，又给甲人带来这么好、这么大的一个祝福吼。来，谢谢你们，谢谢，谢谢你们，哇，你看，真的是因为气势，吼。这就是咱这个表演者的这个态度，人讲态度决定一切，啊，所以讲吼，哎。